我是恩记曲电视节目主持人恩文达师傅，热烈祝贺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隆重开播成功。我深信他们多姿多彩的节目一定会大受欢迎，听众会节节攀升，可喜可贺。恭祝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正式开播，让粤韵新声声名远播，预祝收听率节节高升，深入民心。我是曹树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服装设计师邓小平。借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开播之际，衷心祝福节目大受欢迎，收视率节节攀升。大家好，我是向雪怀，在这里预祝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开播大吉，节目大受欢迎，听众遍布全球，收听率节节上升，恭喜恭喜！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人许建强，祝贺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精彩全新开播，资讯汇聚，品享生活，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，祝贺祝贺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琴演奏家陈国产，祝贺美国中文电台粤语频道顺利开播，节目越办越好，收听率节节攀升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广东歌舞剧院唐彪，祝贺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顺利开播，祝节目大受欢迎，收听率节节攀升，有更美好的明天。祝贺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全新开播，我是姚月生，资讯汇聚，品享生活，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念啊！祝贺美国中文电台粤语台开播大吉，节目大受欢迎，收听节节攀升，誉满全球。我是广州粤剧团演员钟汉奇，我是梁淑卿，